我哋第五届嘅 Toy Show 玩得好开心啊！呢三日，如果你买到啲心水嘅玩具，俾啲掌声我听下，睇下有几多朋友买到你心水嘅嘢先。啊，都唔错啊！咁如果有啲朋友仔已经同到你中意嘅玩具设计师交流嘅，可唔可以俾啲掌声我听下？哇，好多喺后面。欢迎大家，我咧就系子龙，咁啊嚟自香港电台嘅节目主持啦，亦都同你一样系一个玩具迷嚟嘅，好中意玩具，所以啦，我嚟到第五届，继续同大家一齐啦，喺颁奖典礼啦，甚至乎一间玩具拍卖嗰度主持啦，我觉得非常之光荣，欢迎你哋。嗱，今日嚟到尾声啦，我哋嘅颁奖典礼啦，马上要开始，咁喺开始之前啦。我哋喺呢個時候一定要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嘅主辦單位 Jacky， 上嚟同我哋分享幾句。佢由幾個月之前籌備記者招待會到開場之前嗰幾日，甚至乎呢幾日啦，開 show 正正式式開始都冇停過。Hello， 大家好，仲有少少聲啊。今年首先要多謝我老婆啦，每晚煲好多嘢俾我飲嘅，因為平時去到呢度咧，我係冇曬聲噶啦。今日仲有少少似曾志偉嘅聲啦。OK， 首先多謝曬咁多位玩具迷對我哋嘅支持先，多謝曬你哋。咁咧，頭先同事講，截到四點鐘呢三日嘅入場人數係超過10萬嘅啦。多謝曬你哋，多謝曬，真係多謝曬。好，大家都見到你條人龍係其實完全冇停過噶，喺出邊、入邊又行翻落去空地，跟住又喺門口，跟住每一個地方都突然間出現條人龍嘅。聞說第一日啦，係排到出油站，爭啲兜個圈去翻 Megabox 噶。我以為第一日啊，以為排到翻我屋企先翻到嚟，好誇張，好誇張。所以咧，真係要好多謝各位玩具迷啦。咁當然啦，亦都有咁多位參展商、多位 artist 啦，你哋好努力、好努力，做咗好多好多特別版俾我哋每位玩具迷去 enjoy 呢一場 toy show。多謝曬你哋。咁頭先阿志龍講啦，好啦，就話第五屆啦。咁當然啦，一場 toy show 唔係一個 Jacky 可以做得曬。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場 show 係我啦、阿 Vicky 啦、阿 Howard 哥啦，咁三個一齊去做。咁但係我哋只不過係開頭諗起呢件事啦。咁但係好多台前幕後好多好多好多朋友咧都會幫手嘅。我希望大家俾啲掌聲，我哋嘅工作人員啦，辛苦曬佢哋，多謝曬，多謝曬。你哋每日咧喺 Facebook 度見到好多寫嘅字啊，好多好多文字咧，其實就係而家企喺個 iPhone 後邊嘅一棵樹幫我哋寫嘅。咁另一位咧就係各位參展商都會認識嘅阿 Marco 啦，佢每晚咧真係幫我哋做好多嘢，呢一年半載咧基本上係馬不停蹄咁幫我哋做嘅。俾啲掌聲佢哋，多謝曬，多謝你哋，多謝 Marco， 多謝我嘅和樹 ，thank you。阿 Marco 後邊啊，好低調嘅，但我相信每一位參展商都揾到佢噶啦，唔夠任何嘢都會揾阿 Marco 喺現場喂 Marco， 我唔夠呢樣，唔夠嗰樣啊，辛苦曬 Marco，thank you。咁嚟到第五年啦，咁其實或多或少都真係有啲去感觸嘅，或者諗翻呢幾年我哋做咗好多嘢啦。咁聽得好多嘅就係今年或者呢一兩年好多時候，啲人係話咩咧？啊，排成晚隊，排三晚隊買嚿膠，你硬㗎嗰嚿膠。咁我哋話其實嗰嚿唔係硬膠嚟嘅，其實嗰個咧係所有 artist 嘅一啲心血，所有嘅玩具其實都係佢哋心血。他們很多時候將他們的想法將他們所有的 idea 注射到這裡，正正就是將他們所有的靈魂放到這裡，所以就是叫 toy show。 很多人都說喂，可不可以放上網啊，可不可以不要我們這麼辛苦來排隊啊，喂，上網賣就可以了。其實如果你將所有東西都放上網賣，我相信零售業啦、展覽業啦，其實是不需要存在的。那你說放上網賣當然方便快捷，但是有個最大問題就是你冇得同設計師交流。點解我哋需要做個展覽會？點解你話參展商佢哋需要去俾咁多錢嚟租攤位啊？大家需要等咁耐入場去見啲artist 啊，就係需要交流。而呢個交流可能係粉絲同粉絲嘅交流啦，設計師同粉絲嘅交流啦，亦都可能係設計師同設計師嘅交流啦。咁我都同咗好多設計師傾過偈，佢話其實每年咧都好期待咧，大家嚟到呢個 toy show 啊，會見下面，或者佢外國嚟嘅，或者佢喺香港亦都未必會見到外國嘅 fans 嘅。但係正正係呢個機會咧，佢哋就可以有交流。其實佢哋會聽到好多 fans 嘅一啲 idea 咧，到下年咧佢就會有一啲唔同嘅靈感咧，去做一啲新嘅嘢。咁咧呢個就叫真心交流。我哋買嘅並唔係硬膠，希望大家好 enjoy 去買到你哋嘅產品。多謝曬你哋，記住啊！是真心交流啊，冇錯，是真心交流。
咁啊，呢、這個頒獎典禮咧，其實今年第二年搞啦。咁你問我哋第一年搞嗰陣時候，其實都有少少啊，做唔做好咧？做唔做啦？咁啊，都係做啦，決定咗。咁啊，做完之後咧，我第二日完咗推出咧，我打開 Facebook 真係見到好多好多嘅 artist 啦、參展商啦，影翻佢哋攞咗嗰個獎出嚟。嗰、那個獎唔係淨係一個 acrylic 膠，而係真係代表住佢哋過去嘅心血，你得到佢哋嘅獎勵啦，得到佢哋嘅鼓舞啦。咁我希望咧呢一、這個頒獎禮咧，會令到更加多嘅新入行嘅朋友啊，或者唔同公司啊，或者一啲所謂嘅大牌子啊，大家都會繼續努力去為佢哋嘅事業啊，會繼續為咗佢哋嘅設計咧而做得更加好嘅。好冇啦，阿子龍，我哋可以開始我哋嘅頒獎禮啦，好嗎？冇錯啦，咁我哋再一次俾熱烈掌聲 Jackie 先，因為真係勞苦功高，佢冇乜點瞓過嘅呢件。多謝多謝多謝。咁啊呢個時候咧，既然喺度啦 ，Jackie， 我哋留台啦，因為以下落嚟時間，我哋正正式式開始啦，大新銀行。U Banking 冠名贊助我哋香港，我哋亞洲玩具展2018嘅玩具頒獎典禮。首先要為大家頒發嘅獎項啦，就係展會最佳攤位設計。咁大家咧呢幾日咧行過好多唔同嘅展啦，咁我相信咧有好多嘅 booth 咧都令大家印象好深刻嘅。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首先公布我哋2018年 Toy Show。展會最佳攤位設計的得獎單位是 Bandai Tamashii Nation， 亦都邀請了 Amaze 的代表啦，一同上台啦，係領取呢一個獎項噶。大家見到啦 ，Tamashii Nation 喺我哋嘅遙遠嘅對角啊，唔單止啦有。好多好新嘅產品擺咗喺度，亦都係一個好得意嘅體驗嚟嘅。咁大家入去多一個圈咧，就好似入咗另一個玩具世界一樣。好，唔該曬 ，thank you。咁啊，請出其留步啦，因為咧呢一個攤位設計啦，除咗 Tamashii Nation 之外啦，亦都有另一個單位係得到噶。佢就係 Play， 恭喜 Play Toy。今年啦，佢哋嘅攤位啦，用咗好多啦電影嘅元素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海報啊，咁啊令到大家啦喺裏邊咧都感受得到玩具其實咧有好多玩法嘅。好，唔該曬，請回座，亦都請 Jackie 留步啦，因為咧你會由頭班到落尾噶。咁啊，同一時間我哋都要請香港另一業務發展總監 Angela Wong 黃雪瑩小姐啦，一同為我哋咧頒發啦唔同嘅獎項嘅。首先我哋就要頒發啦，最佳玩具店。咁啊，呢個玩具店緊要啦，因為好多玩具迷都喺網上投票嘅。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都係啦，不如將支麥交俾 Angela 同我哋分享幾句啦 ，Angela。大家好，大家好。香港零一成立了3年半，咁我相信大眾理解我哋係一個網媒啦，將大家想知道嘅信息推送俾大家。咁就如果大家想知道最新嘅玩具同埋遊戲資訊嘅話咧，係可以 download 01 app 或者上我哋嘅網址。咁我哋嘅專係講玩具嘅 channel 咧係叫科技玩物，大家都可以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雜文檔。咁就我哋除咗係網媒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係一個生活化平台。咁我哋係枕住喺唔同嘅時間都會推出好多活動。就去到俾會員參加，咁好似今日Toy Show 啦，今年Toy Show 啦，其實佢嘅門票咧係可以喺另一個 app 嗰度預購，仲有早鳥嘅優惠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喺後邊咧 set up 咗我哋嘅玩具醫院，咁就幫大家修復你哋爛咗壞咗嘅玩具。頭先係有人買咗一啲限量嘅 figure， 唔小心你簽名嘅時候咧，那個 marker 劃花咗個額頭，好大件事，個仔受重傷，咁就走咗嚟我哋個攤位度幫佢修復咗。咁就今日都好榮幸啦，多謝 Jackie 啦，亦都多謝玩具 TV 啊 Brian， 咁就俾多個機會我哋咧，就其實今日咧有兩個獎項咧，就係公開。俾大眾去到投票，咁佢都使用咗香港零一嘅投票平台嘅。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零一所有嘅單位好唔好啊？因為真係呢幾日啦，馬匹平台你見到佢哋不斷都有嘢 update 嘅。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就一齊啦，見證住啦，我哋第二個獎項最佳玩具店網上投票嘅結果啦。咁啊，首先公布 Toy Station。恭喜曬 Toy Station， 咁啊一個非常之地標嘅店鋪，咁啊裏邊唔單止好多潮物啦，而且好多時候我見到好多 fans 入去啦，都係想同老闆佢哋一齊傾下偈。
嗱，我呢啲全部都係你哋一票一票咁投出嚟噶。好，咁啊，除咗 Toy Station 之外啦，第二個單位係 Seven， 恭喜曬 Seven。咁啊，以我認知啦 ，Seven 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玩具嘅，咁啊，特別一比六嘅系列咧都比較多嘅，好多嘅衫褲鞋襪啦，係啊，拖拖等等啦，同埋好多唔同類型嘅限量 figure 都有嘅。OK， 唔該。咁啊，仲有 last but not least， 由你哋投選出嚟票數最多嘅玩具店係精品，恭喜曬！以我認知啦，精品啦係早排啦先至做完一個開倉，用一個非常之優惠嘅價錢啦，係每年一度啦係回饋翻唔同嘅玩具公司嘅 fans 嘅，咁啊所以啦，我哋呢三間玩具公司啦都係大家投選出嚟嘅，再一次俾掌聲佢哋，多謝你哋喺前線為我哋咁多位嘅玩具設計師啦盡力啦。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繼續邀請 Angel 啦、劉布咁啊為我哋頒發啦傑出原創玩具系列。咁啊玩具啦有好多嘅 IP 啊，但係亦都有好多啦係由玩具師咧自己啦親自啦係設計嘅。咁啊以下落嚟啦，我哋亦都啦係要頒發啦。咁啊下一個獎項，我哋 Toy Show 2018傑出原創玩具系列有三個得獎單位，其中一個就係嚟自 Kids Logic 一比六超小要塞數碼音響系列，恭喜曬 Kids Logic！咁大家都知道啦，係成個機艙啦，就擺咗喺大家面前，每一個掣啦都會著到燈，然之後再加埋一個音響喺裏面啦，係非常之吸引噶。然之後另一個傑出原創玩具系列嘅得獎單位係 Soup Studio Artist Crossover Soup Crossover Warner Brothers 系列。啊，見到 Adrian 背脊啦，係啦。呢、这、一個就係其中一個 character 嚟嘅，咁啊今次啦好犀利 ，Adrian 啦連結咗好多香港嘅繪畫師啦、玩具師啦，就一齊啦同畫立就打造一個新嘅 Luna Tunes 嘅 image 嘅玩具啦，同大家一齊玩，咁啊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系列嚟嘅，再一次恭喜 Soup Studio， 然之後 and last but not least， 我哋結出原創玩具系列。Alphacy 原聲量四季完成系列，恭喜曬！恭喜曬 Brian 帶領嘅，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啦 ，Alphacy 原聲量嘅系列啦，你望落去咧，直頭好似一個瓷器咁樣嘅，非常之獨特。好，唔該曬，亦都唔該曬 Angel， 再一次俾熱烈掌聲零一。玩具醫生啦，真係幫咗我哋玩具迷好大忙啊！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可能今日你用唔著啫，總有一日你用得著嘅。OK， 好，咁啊，接住落嚟我哋就要頒發啦，最佳玩具新力軍。咁啊，我哋就由 Jackie 啦為我哋頒發啦。咁啊，我哋今年啦都有好多新嘅單位啦，係加入咗我哋玩具界嘅大家庭。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頒發2018年最佳玩具新力軍，由 Little Swag。咁啊，同一時間亦都有 Kids Concept、Pose Pass、AE Workshop 以及 The Little Hunt， 恭喜曬！我哋五個唔同嘅單位，嚟啦，一齊上到嚟，係啦。恭喜恭喜！咁啊嗱，我今年咧都到訪過啦，幾個新嘅 booth 啦，都了解到，譬如好似 Postpus 咁啊，咁啊裏邊哇一啲我哋經典熟悉嘅超合金啦，咁啊另外啦 ，Kids Concept 又係超時空要塞系列都非常之出色嘅，咁啊譬如好似 E-Workshop 咁，一間玩具拍賣都有佢份添嘅噃。好，我哋再一次俾熱烈掌聲，我哋咁多位新力軍，歡迎你哋加入我哋玩具嘅大家庭，多謝你哋，咁啊繼續加油，出年係有唔同嘅。獎項都期待你哋噶，亦都希望你哋有更加多嘅玩具咧，係帶俾大家。接住落嚟啦，頭先啦 ，Jackie 講得非常之金文肺腑，就係一個聯成系列啦。
因為最佳聯城系列咧，就係想玩具嘅設計師咧就玩得開心，就唔係淨係做玩具咁簡單。原來可以 crossover 好多唔同嘅單位，可能玩具師之間又可以 crossover 啦，同唔同嘅商户啊、商場啊、品牌啊 crossover 又得啦，甚至乎咧係同啲特別節日 crossover 又得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邀請啦 Jackie 啦，為我哋頒發最佳聯城系列。好，最佳聯城系列都有幾個單位㗎，咁我哋啦。現在首先頒發2018最佳聯城系列，來自 Soup Studio Get Animated Artist Crossover Lunatoons。 既然 Crossover， 不如一起請埋在現場的 Artist 上來啦，因為整個系列你們有份的嘛，對啦，不怕醜聞，一起上來啦。有 Kenny， 有 Quickie， 有 Shino， 也都有啦，雖然在現場有迪迦，對啦，還有不同的好朋友。咁啊，呢一個系列好重要啦，唔單止見證住啦一個時代啊，同一個時代之間嘅交接，而最緊要就係見證得到啦。一大班玩具設計師之間啦，其實原來可以好好玩、好過癮嘅噃。好，再一次恭喜曬 Soup Studio Get Animated Artist Crossover Lunatoons。係啦。好，緊接住我哋繼續頒發最佳聯城系列，以下落嚟呢個得獎單位啦，係嚟自 Milk Molly Crossover 老夫子，恭喜曬我哋邀請啦 Milk 嘅單位。Molly 有 Kenny 揾啊 ，Milk 嘅同事喺現場啊，Milk 嘅朋友係啦，好，跟住先影張相先，係啦，佢哋可能過緊嚟都未定。咁啊，今次呢一個老夫子嘅造型啦，亦都非常之可愛啦，戴住眼鏡係啦，金色頭髮，綠色眼睛，係啦，咁啊，仲擺咗幾個啦喺 booth 嗰度俾大家繼續睇噶。咁啊，接住落嚟繼續頒發最佳聯城系列，以下落嚟呢個得獎單位係 How to Work Laboratories Cashing On Crossover T9G。係啦，一齊上嚟，係啦，恭喜曬！哇，大家見到啦，嗱，布布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嘅 character 嚟噶，咁啊亦都有好多好多女 fans 我見到啦，特登走去啦，同嗰個好巨型嘅嗱布布啦影相打卡添㗎。咁今次 crossover T9G 呢一個新嘅色系啦，係非常之配合到我哋今年成個 toy show 嘅 image。Thank you。好，今日接住落嚟啦，下一個得獎單位啦，咦咦，呢個面孔我哋又見到喎，就係 Erison Molly Candy's World Crossover Industry， 恭喜恭喜恭喜大金寶先生，亦都恭喜 Molly。今次呢個 Erison Molly 非常之特別啊，白色藍色嘅配色。好有呢個冰雪嘅感覺，恭喜曬！咁啊，其實佢哋都合作無間噶啦，上年我冇記錯啦，應該 Halloween 都已經合作過啦，今次再下一城。好，係 last but not least， 我哋最佳聯城系列啦，呢位朋友，咦過癮喎！呢一個 project 就係 Mastermind Crossover 井上三太 Crossover How to Wear Mastermind Figure。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Mastermind 就係一個非常之厲害嘅 rapper。今次咧 crossover 井上三太揾嚟啦，一位日本咁啊畫咗漫畫非常之出色，亦都做 figure 方面咧好有自己風格嘅，咁啊一齊 crossover 有呢個 How to Work Mastermind Figure。咁啊之前咧喺 Mastermind 演唱會啦，都已經係同大家見過一次面啦，咁啊今次咧就真真正正將呢個 figure 咧帶到嚟現場，咁啊佢嗰支麥可以拆出嚟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再一次俾掌聲我哋咁多聯城單位。咁啊，期望咧，出年咧會有更加多更好玩嘅 crossover 系列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仲頒發最佳玩具大獎。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要請 Toys TV 嘅代表 Walker 上台同我哋一齊啦頒發嘅。俾掌聲 Walker！ 我哋都將支麥交俾 Walker 啦，同我哋分享幾句。我哋
係一個網上一班中年麻甩佬，仲係玩緊玩具人咧，每個禮拜好無恥咁樣做直播。咁如果各位對呢啲中年步入老年嘅人仲玩緊玩具嗰種狀態係點樣樣咧？你當紀錄片咁睇啊！我哋好歡迎啊！太謙啦 ，Walker， 佢哋都好緊貼啦，市場啊最前線啦，即係不斷有唔同嘅開箱啦，同埋咧揾到好多唔同嘅設計師啊、單位啊，就上去咧一齊傾下偈嘅。咁啊，幾個幾有趣嘅project 嚟，我有時間中都有上去一齊玩嘅。咁啊，所以咧接住落嚟咧，頒發最佳玩具大獎啦，就緊要啦，因為咧呢、這個 list 咧都幾長嘅嚇，等我攤開佢先。好，首先2018最佳玩具大獎。A good company, Sticky Monster Lab Life Figure! Congratulations to Sticky Monster Lab Life Figures! Congratulations! 咁啊，大家都認知啦 ，SML 啦，佢哋嘅設計啦係非常之簡潔，但係咧當中咧亦都好有玩味噶。咁啊，有少少造型好似一個肥嘟嘟嘅燈泡咁啦，但係又可以換唔同嘅造型啦、服裝啦、工作崗位啦都有噶。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SML. Thank you. 好咁啊，接住嚟時間關係啦，咁我不如啦，一口氣啦，邀請曬我哋所有最佳玩具大獎啦，一齊上嚟攞獎啦、領獎啦，同埋咧一齊上嚟影張相。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最佳玩具大獎有 Bandai Tamashii Nation。Metal Build Strike Freedom Gundam Soul Pool Version 亦都有啦 Big Boy Toys Bucky Collection Ninja Turtles And the Street Crossover Molly Eyes Arison Molly How to Work Ringa Labubu Chino Lamb 大斗牙动物园大象水手 Bucky Pool Babies 工匠堂金玉人黄色的斗衣 version Toy Zero Plus 伯伯 Not Just a Stickers BU Toys 香港重机系列挥春重机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At the same time let's welcome SML Get on stage and take a group photo together Please come forward on stage SML Yes please Congratulations好，我哋 please step one step to the right side to me. Yes， 係啦，我哋企過一步，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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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大家求其啦。OK， 好，我都邀請我哋今日嘅吉祥物轉少少身俾大家。OK， 好 ，please step forward， one step forward。Yes， 我哋向前踏一步，係啦，一步，係啦。好，等咁多位記者朋友都可以影得到。好，我哋再一次恭喜我哋最佳玩具大獎嘅得主。咁啊，譬如 Big Boy Toys 啦，呢個忍者龜系列都非常之過癮啦。頭先 Molly 大家都見過啦。Gino 啦，除咗有水產之外啦，今次咧向動物園進發，呢個大象水手都係非常之活潑噶。咁啊，筋肉人黃色的鬥衣，咁啊呢個都唔多講啦，大家都好熟悉筋肉人啦。仲有伯伯 Not Just a Sticker 就將一個貼紙變成一個玩具，都係非常之過癮。Big Boy Toys 重機系列就香港原創，咦，你見得到咧一個好熟悉嘅橙色，究竟係咩嚟咧？歡迎你去到佢哋嘅 booth 度望一望。咁啊，仲有 Bucky 係啦，一個非常之夢幻嘅色系嘅 figure 出現咗啦。咁啊，再一次恭喜曬台上咁多個2018年最佳玩具大獎得主。咁啊，如果每年大家都想儲曬呢十個啦，睇嚟啦，都可能有啲難度啊，係咪啊？OK， congratulations， welcome， please take a seat。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亦都唔該曬 Walker， 咁啊留意啦，佢哋逢星期四啦都有玩具 TV 嘅直播啦，同大家一齊啦玩下。咁啊唔一定有麻甩佬嘅，我哋都歡迎一啲女主持啦，可以一齊參與一齊玩，係啦，一間可以揾阿 Walker 報名啊 ，OK。好，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咧就繼續頒發啦。第七個獎項系列就有最佳玩具設計師。一個玩具唔係淨係有 IP 咁簡單，點樣令到一幅圖畫啦可以變成一個立體咧？其實玩具設計師佔咗好重要、好重要嘅一環。
因為究竟佢點樣由一個玩具變到型啦，又或者點樣變成一個好靚、上色啊、做工都好型啊、好吸引嘅作品出嚟咧，絕對唔簡單。咁啊，成個工程啦，係全個團隊都有份嘅。咁啊，喺呢個時候我哋就頒發最佳玩具設計師，同頭先一樣啦，係咪啊？我哋就一次過邀請我哋今年2018年度最佳玩具設計師啦，嚟到台上接受我哋呢個殊榮當中。排名不分先后，只同一次过借助大家的掌声，欢迎他们上台。当中包括有 Kenny Kenny Wong、 Gino Lam、 嘉星龙嘉星、 Chikun Nakasawa、 SNO、 GT、 Yo Yo Yo、 Baba、 Hurricane、 Jonathan。Congratulations to the 10 winners of the Toys Designer. 咁啊，仲有幾位嘅得獎者啦，今年咧係首次參與我哋 Toy Show 嘅項目嘅，咁啊就已經咧係可以得到最佳玩具設計師呢個殊榮啦。好，今日不如一齊向我呢邊騰多兩步好嘛？係啦，兩步，係啦，唔該 Kenny， 唔該 Shino， 唔該嘉星 ，Please step to the Yes, right side. Thank you. Yes. Okay, let's step forward. One step forward. Yes, please. Thank you. 好，咁啊，不如再一次用大家的掌声送上祝贺俾我哋咁多位龙虎公公嘅玩具设计师。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toy designer. Thank you for all your hard work in 2018. 好，唔该晒。1, 2, 3 Okay, 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you. 咁啊嗱，如果大家咧對我哋今年咧最佳玩具設計師咧未必太深入嘅認識咧，唔緊要嘅，因為佢哋嘅 booth 仲喺度，歡迎大家咧可以入到去佢哋嘅 booth 同佢哋交流一下，究竟佢哋嘅設計有幾得意咧，甚至乎有幾好玩咧？有些咧嘅設計咧同佢哋嘅造型都好似噶，係啊，特別大家睇下 Shino 就知道啦。OK， 好咁啊，緊接住啦，第八個獎項啦，我哋咧就有最佳玩具品牌，最佳玩具品牌。咁啊，頭先我哋有玩具嘅作品啦，有玩具設計師啦，其實加埋咁多樣嘢咧，先至可以咧成為我哋最佳玩具品牌啦呢一個範疇裏邊嘅。咁啊，要大家嘅努力咧，先至可以啦，可以得到呢一個殊榮。咁啊，我哋而家亦都邀請 Jackie 啦，係幫我哋頒發呢個獎項。我哋都係好，咁啊，接住落嚟啦，都係排名分分先後啦。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最佳玩具品牌所有嘅得獎者，當中包括有 Bandai Tamashii Nation、How to Work、工匠堂。Tiny 美影 Unbox Playtime Toys Europass Soup Studio Big Boys Toys 再一次恭喜我哋咁多個得獎者，我哋最佳玩具品牌。咁啊，特別 Tiny 啦，如果大家有留意今次啦，就同 Mini Cooper 合作，咁啊，直頭將個1:1嘅 Mini Cooper 啦帶到嚟會場啊，咁啊，仲要啦係呢一個嘅復古嘅跑車拉花嚟嘅添噶喎。咁啊，伯伯頭先講啦，就係一個。咁啊，個貼紙啦，咁啊，後屘咧就變成一個立體嘅公仔。咁啊，除咗白白之外，都有同叮當有合作啦，係啦。咁啊，工匠堂咁啊，一路以嚟咧都係用足球小將嘅角色。咁啊，今次咧就玩埋啦，係筋肉人嘅系列。尋日亦都邀請咗筋肉人嘅其中一位原作，係啦，島田老師啦，同我哋一齊啦，有個 fans 聚會。好啦，呢個時候一齊望一望鏡頭啦 ，please focus the camera，let's take a big group photo。
好，咁啊呢個時候啦，請留步啦 ，please get on stage。我哋咧邀請我哋所有嘅得獎單位，我哋嘅設計師啦、聯成品牌啦，我哋咁多個得獎項目啦，無論係 booth 嘅設計啦，係啦品牌啊、玩具大獎啦，都一齊上台，嚟翻一張大合照。我哋最佳玩具店都係，係啦，一齊上嚟。亦都有 Toys TV 嘅代表 Walker 啦，系啦，一齐嚟到台上嚟翻张合照。够唔够位？呢一边可以再加一点啊！我哋试试够唔够位啊？使唔使再埋多少少？好啦，我哋都见到黄大哥在现场，我们一起邀请黄大哥来台上来个合照。仲有 T9G 嘅單位 ，T9G，T9G，Yes，We need you， 黃大哥也一同上來，來個大合照。仲有啦 ，How to work？Yes，OK，Look at the camera at the front，So cameraman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Let me know which camera is the one，OK，that one，OK，one，two，three。One more, show our spirit, show our smile, and say it together. Yeah, ready? One, two, three. Yeah! 2018亞洲玩具展，我哋嘅玩具頒獎典禮嚟到呢度暫告一段落。多謝咁多位玩具家，無論係品牌、設計師、booth 台前幕後嘅單位，你哋過去一年啦都非常之努力，恭喜曬 ，Congratulations again！對於咁多位玩具設計師嚟講，咁多位品牌嚟講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逗號，同我哋而家會場一樣，未完嘅，因為一陣間我哋每年嘅壓軸玩具拍賣咧，即將要開始啦。咁啊，咁多位玩具迷，如果你對我哋今年玩具拍賣有興趣嘅話啦，就嚟到我哋台前準備啦，因為咧，我哋今年玩具拍賣一如以往，全部都係獨一無二啦，你喺市面上咧好難揾到第二個。哇！今次緊要啦，落地啦，證明啦，貨真價實啦。好咁啊嗱，我哋而家啦就再一次邀請咁多位玩具迷啦，嚟到我哋舞台前面，因為啦接住落嚟啦，我哋除咗喺玩具拍賣，我哋亦都邀請我哋一位美女阿仙啦，同大家一齊啦，簡單啦玩一啲遊戲，送一啲禮物噶。咁啊準備好嘅話啦，拍賣咧，我哋玩具拍賣啦，大約咧就十分鐘之後見你哋噶啦噃。但係舞台未完噶，咁啊歡迎大家係啦，咁多位有興趣嘅玩具迷隨便坐低，咁我哋同大家玩個遊戲先，然之後咧就正正式式啦，開始我哋玩具拍賣。子龍，轉頭見你。